轮八臂练基本功，八字胯。第一步，上半身引导推动重心。第二步，中段做摆荡，脊椎要垂直。第三步，胯部拧转，上半身保持对抗。第一步，上半身引导推动重心，注意脊椎要整体移动。第二步，中段做摆荡，注意不要塌腰。第三步，胯部拧转，上半身保持对抗，想一想，三个步骤连贯起来。八字胯怎么样去做 ？One, two, three, four. 八字胯就和名字一样，跳了一个八字。看啊，我们的胯是从这边画了一个圆，然后回去继续画一个圆上来。我们的胯很多同学会跳成只有左，只有旁后旁后旁后。只看得到旁后旁后，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有前旁后。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口号，前旁后要有前面一个方向，旁边一个方向和后面一个方向，一共三个方向。前旁后，当我们做到后面的时候，要想到的是另外一面的前方，前旁后，这样我们才能画一个八字形，看得懂吗 ？Four, one, and 前旁后，前旁后。我们回家练习的时候，就把它想象成房间四四方方的。斜面的角旁边和后面的角，斜前方的角旁边和后面的角。八字胯展示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 One, 前旁后，围起来。